阿全呐、啊。啊。呵呵呵呵。那是无到。以前拢无到。哦。对啊，他也是常常来啊，他就是。哇，我们今天也是蒙古要鬼头刀哎、欸！都要啊，他说昨天很那个啊。对啊，很多哦。你拢无等你，怎么机器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专业了？现在好多啊！我那时候在越南认识的好几个，都带队来。哎、欸，不错哦。对啊，就把你们都先抓好啊。看什么？是吧？哦，对了，呀，钓鱼哟！哦，红竿呐、啊！哇，这么早就中鱼哦！谁呀、啊？哇，很干很干！哇，哎呦，回嘞！哇，碎碎碎！啊，恁这都国教啊，不叫个啥？阿莫哥啊！情况怎么怪怪的？阿莫哥啊！哎、欸，这只是那个啦，这只不是很干啦，才干啦，才干啦，不一样呢，才干啊，很漂亮哦，才干比红干漂亮哦。你多拍一下，多拍。哦，走，钓鱼哦。有鱼哦，要转身哦。哦，是哟。你要给阿莫啊？哎、欸，才干呢、欸？哎、欸，怎么看人家说这只是才干？哎、欸，这只那个、啊，这只真的很大呢、欸。那个美啊，这个美哦。对啊，还有这个尖尖的啦。对对对对，这个尖尖的啦。胖胖的啊。哎、欸，阿莫排在我前面两个人重。我、哦、阿莫坐一下吧。刚刚在半路给他超过去了。抓一下，抓一下，哦，有够漂亮！哎、欸，才干呐、啊，看一下，好漂亮！哇，这只才干太大了啦，肥哦，很肥啊！哇，好大，好爽！哦，水哈、哦，哦，好爽！哇，到水了啦，有啦，两斤多了啦，那身体那么厚。哦，这我第一次看过才干这么大只的，哎呀，很大片哦。对啊。哇，哇，真是很漂亮。哇，才干。哦，它这个真的很明显哦。对。哇，碎碎，还是要有点点哦。对对对，才干，碎碎碎，莫哥的才干哈，高碎耶。对呀，那下次就中鱼啊。终于中鱼哦。哇好，哇第一只，喂，我这样找哦，红竿红竿，对啊，红竿，我睡睡睡睡睡，一来就先中，啊，人家都还没到位就给人家中，回去那个姿势再练习一下，太丑了，真的不够漂亮，对对对对，真的不好看，来，哎，莫哥的，又不是打浮冰，你这样呢未晒哦，你没有碰到等我们。对啊，这都没给我们 play。啊，就夏威夷海莲呢，香饼干，哦，两米四，八三二四，八尺干。今天用这只干是八尺的香饼干，它是 MH 钓，是上次去大溪测试的那一把，然后用两百型的古卷，哦，两百型的。
这落去啊？有鱼哦。有线，先给它救起来啦。哦哦哦，有有鱼，举高一点。哇，你要什么？银沙。金的、哦。对呀、啊。银的。银的。OK。高点。水水水，阿瓦迪兹哦。100多个人那时候。换金色的。今天天还是比较暗。其实到每个地方都有机会。但我刚才那边下面也是有咬一下啊、嗯。人那很多嘞。什么人那啦？人那。丢水球啊，是不是？已经中两三只了。中两三只。啊，那个体尾一早一只而已。嗯。现在都是那种少量啊。而且都没有根，哎，对啊，哎，奇怪耶，都不好。小娃中鱼哦！哦，砰砰砰砰砰！哎，尾巴呢？还挺是蛮肥的呢，哈！哦，碎碎碎碎碎！哦，蛮肥的呢哦。有肥啊！你看那个身体短短的，可是很胖哦。对啊。我还没看到它咬，是拉到我手上。爽哦，就是这种这。抓一下镜头，哎，嘿，有，偶尔佳作，九九一只，哎，这么大只，哈、哦。我也丢出去了。干嘛学人机啊？妈呀，不要这样啊！拉一只来看看。用技术换位。风吹的呗，六十克五花刀。先这样。哎、欸，你们都两只、三只这样在中。是啊。哦，哈哈哈！第二条，风量两公分，好，这是头前，是是是是。中鱼哦！过去，我们放南大哥不好。大哥，你也中了。谁帮他拿了？不要挤啦！不要挤啦！不要让他拖着跑！不要挤啦！哦，不要再过去了！不要一直一挤！不要跟着他！不要跟着他！要后悔了！
波要大波，杯子很漂亮，大波。柯明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来，我来。你来弄，哎，那帮忙弄。他们我没有了，我没办法，等一下。没那么快啦，等一下马上再弄。哎，你不要那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还摸鱼哦。鱼基一点照在哪里？这边照到这个角度比较刚好。这哪里有水管？哦，那太小了啦。这边它是修很厉害，我。修好了，哎，太远了啦。实在就看得到了，要回来，要回来，要回来。来，等一下，我再。要回来，要回来。大家记得，大家。呜，要回来了。哎，那个嘉仲，我们等下个大沟这个介绍一下吧。再过来。啊，对对。专利品六九大沟。好，我社长。周哥设计的，有专利的，不可以仿冒。这个，好，等一下，太大就让它翻在过。等一下，这边就不要就五线滑，顺着五线滑下去。我们等一下就用这个搭钩来搭那一只鬼头刀哦。哦，大家看一下，就这组搭钩，这组这组。周哥下去看比较清楚。来哦，珍惜你要看一下。你们说可以搭，刚刚起来一只哦，这只更大。哇，这只很大哦。来，我来控。啊，看到一只。哦。哦。补水哦，看一下哦。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柯敏来这边哦。来哦，大哥往内送，没关系，就要跟在你后边了。哇，可以了啦。哎，来，大哥送了，好，后退了。啊，对，你让他进来，进来。送吗？对，送了，送吗？来，下岗回来啊。下岗，准备好下去，下半个过上来。乖乖的在那边最好的。哦哦哦，奔跑了。对啦，他感受到有东西就会跑了。来捕鱼哦。妈妈了，妈妈，不要让他洗就会了。来捕鱼哦！不要让它洗。太急了，它洗掉这个动作会多啊！你等下发现低一点重，这只鬼很大哦。阿伯阿伯，好，好了，有了！哇，小谷中鱼了！小谷，等一下。不对哦，红杆。来捕鱼哦！哎，小谷，什么东西？再回来。来捕鱼哦！啊，好了，红杆等一下再来哈。没有江湖的，我龙宫里没有江湖的。哎，过来抱一下。我在这边钓鱼。跑去钓红杆。没有啦。哪里钓鱼？红杆，红杆中鱼！哇，红杆又起来了！你们去玩了，拿杆子！来捕鱼！中了，中了！
哦哦，对了对了对了，看一下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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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还有还有，哦，又中了中了，中了，拿钢丝。啊，好了，你那个通报给我。我听到。哦，红杆红杆，有杆有杆。哦。我刚才看到这个鬼头刀。哦哦哦哦。哇，阿王那只难怪拉那么久。来来来，公一母哎，对啊，这公的母的哎，要不要？好，我把它固定。哇，看吧，打到尾巴吧，举起来吧。哇，来来，白灯有鱼啦哈，哦，白灯有鱼，好。那嘉俊，我这个有节塞进你的冰箱哦。啊，我今天是用铅笔哦。对，等一下要拍那个。这个你把饮料拿出来，把饮料拿出来。把饮料拿出来哈，德明。哎呦，好很久呢。这里哦。因为十瓦屋。绝对举不起来，就举起手就会这样。走，没关系，再过来一点，前进一点。哦，没力了哈、哦，真的跟你讲没力了。哇，好大！再起来，再前面一点，再来。哇，好大！好，开始了，十五，公斤，你看，八点七左右。八点七左右，神经替，看到吗？变色哦，马上变色。他鬼也变了，放到马上变色。我也是做生意片啊，他会保鲜，那个肉质会放松了，不会紧绷。我底下两脚不动了。变色，他这样就是进去全部都吃到脑了。哦，他这样的肉质就会比较好，他的肌肉放松了。阿婆，他这个位置哦，这个是主要的脊椎哦，他的神经的是在上面，好，在上面这个口，你看喽、哦，他这个我抓给你看，有没有？对，通到脑这里了，哦，这样子，瞬间放松了，肌肉才会紧绷了，肉质才会鲜美了。接下来是放血，放血肉比较不会有腥味。啊，我们可以改行了，改行哦。然后现在那个、啊、阿华，你要把它。对，切不完，你冰箱放不下、啊。通完了、哦，通完了，通完那个嘟嘟、哦，我没看到呢、欸，没看到。他整个订阅周哥那个频道，改天就看到了。哇，今早就订阅了。
哇，这只真的很大，要变形了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死我了。哎，放不下啦，爆桶，哦，只有三分之一在里面。那个阿花，哎，问我们今天是用什么东西种的？科明是尖巴啦，哈。对啊，想给周哥，周哥卖的那个尖巴，对。就说他哦，咬到多香啊！咬到什么？对啊，他那些咬痕。哦，咬那个铁板哦。对啊，尖巴本来就是真的是打鬼，打鬼强。打鬼蛮强，下去直接吞钩。哦，你哎，这样就好。对啊，但是也很危险，它会吞的那个毛断嘛。对，尖，柯明是用尖巴啦，尖巴铁板再给我们看一下，是不？啊，对，这个位置好。哦，今天就用这只啊，几号钩？六九社团的五号吧，应该五号钩。对，五号钩，你今天用五号钩，好。太棒了。之前中一次拉太久，连这里都被磨断，而且我是40号对。对啊，它牙齿很利耶。柯明下手真有够快，你让它咬太久，它会一直在那边磨磨。因为它这只板是比较，算是比较那个啦，小只还是什么？就是动作比较小，但是幅度大。对啊，所以它有时候鬼非常喜欢那种感觉。啊，这阿华是用，阿华你用哪一只？哇，铅笔哈，这一支铅笔，13公分75克，13公分75克的铅笔哦，用这种。用 Mino 蛇板的也可以，然后用这种铅笔也可以，反正在水表上唰唰唰，鬼就拉了。好，大鬼大鬼。啊，整个冰箱哦，那眼睛、哦、有好的队友才能告诉你鬼头到在哪里。啊哈哈，对。好，漂亮。哇，还有你，还保留。哇，还有你。我们今天哦，努力了一整天，早上咬矿真的是不好啦，哦。对啊。然后下午就红干啦、烟雾啦、鬼啊，就慢慢出来了。工。哦，很大。我们那天大概这样子，然后对，到这边了。这是一大早痛的。一大早痛。对。哇，再爆10班。哎，这只漂亮。哇，这只就值得了啦。来捕鱼哦！来捕鱼哦！第二周礼拜六，海洋观光休闲垂钓保育协会，跟第五周的4、5、6日也是海钓协会。哎，对，很多钓友在问说，我们要在哪里去查询？白灯报名，好，请收集这支电话。谢谢各位，谢谢我们阿哲，好，谢谢，也感谢那个六九铁板社的这个社长，哎，好，周大哥，哎，来指导，哈，指导，不会客气。铁板的人士，哦，好，非常谢谢各位，啊 ，OK， 拜拜，拜拜，好，报名找他了，好，谢谢。来捕鱼，一定要弄开胸的。白好的鱼来，这个可以照。鱼机一点照，在哪里？这个照到底。来捕鱼，好，人家要这样子的哈。没有，像人这样1、2、3、4、5这样啊，后面装备啊。哎，这个不要脱钩了，直接丢在那边就好看了。等一下，我要那个、啊。